TVB 当家女演员陈伟1月22日在香港上环出席贺年活动。谈到猪年的愿望，陈伟表示希望可以延续狗年的强势，在电视剧以及代言方面继续有好成绩，而且也希望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做更多的尝试，让大家看到自己更多的专长，比如说唱歌。就学的也大概学了大半年，老师也觉得我其实也应该去，是这个时候可以去让大家听一下我的歌声了。另外，同场的著名堪舆学家麦玲玲预测陈伟在猪年可以找到一段新恋情，不知道陈伟期不期待呢？希望啊，其实也有时候也蛮寂寞的，也希望可以身边有个伴，但是师父讲就是不要太高调去就告诉别人桃花这方面，或者是伴另一半这方面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，找到的话我也要好好保护他。有啊，其实我每次看到你们我都在说希望可以找到另一半，但是都还没有，希望赶快可以有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